浮漂了，哎、欸，他刚怎么转了一圈啊？哎、欸，这个节奏是七的节奏。哎呀，双城也太难跑了吧！让你选双城？不是不是，是带了罗炸也太难跑了吧？我是带哪吒啊，加双生。确定哇，你踩到加速弹呢啊，你这路线很色，下次再来。弹射美如画，都没弹出来。有好啊！我觉得你，我以为你的美如画有，但是观众感觉他两个弹射不太美。舒服，苍穹绝影，好、啊，我开场苍穹绝影，被钓到了，被钓到了。他怎么只是想让你看到你被雷洛撞？哇，这个图苍穹绝影是不是？开场苍穹之月，没事没事，起步按快一点。他们这是什么跑法啊？啊？他们直走的哎、欸，啊凉了我，追不上来了，然后面那个有点急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舒服。我跑好快哦，越拉越远嘞。看来开双生有点吸人仇恨嘞。敢不敢来一个360？不敢，不打了。你看他不打了，他暴气了。你看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模式应该会打到人家心态崩溃，然后就只剩下越来越强的人在打这个模式啊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是吗？不对，输了排位，又输了点数，又输了贝壳币。怎么会想玩这个模式嘞？哎、欸，完了这个图，哎、欸，晴天雷诺，怕了，危险。God. 对，起步延迟。哎，别！那追光也太卡了吧？怎样玩啊？我是不是到底在玩飞车？哎、欸，没射程到，不会玩了。大起步重吧，完全没有用。拍一下，拍下看，拍一下啊！你拍得很棒，干你的凯撒！那是猪仔的。干，没办法啦，起步太惨了。
欸，这一局他跑十四哎。遗憾落败，太遗憾。先生几位用餐呢？三大一小，三加一。穿墙不穿啊？穿墙不穿啊？当然不穿啊。那个一失误，你一穿失误就直接第一变第二。穿失误就直接一加一。不要的。W 哇，可以、欸！我的车子撞完直接停在那里，不听话了是不是？哇！又来了这个延续啊！哎呀，他哎这干嘛了？你有没有一个感觉，聊天室开始抓气了？没事没事。为什么不会这样子？哦，啊，死他了！一学就会，一玩就废，鬼子复位。我的问题，如果这一场跑十四的话，就不会受到那个十八的影响。侧身接 CW， 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刚根本不知道啊。我只是想说啊，我只是想说能不能穿过去而已，谁知道就穿过去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干！三加一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这图，嗯，等一下，这图岂不是怎样？这个图起步是怎么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我问谁？没事没事，我看一下这个图怎么跑。我想一下，应该是当面上分吧。我有练过这个图，我有练过这个图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也有练过，还记得是在飞机上练的这张图，练了一个多小时。真的假的？你在飞机上练了一个多小时？来了来了。哎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！对面会跑啊，三加一！这也太卡了吧！这里会有应该会有失误吧？卡小潘，不敢不敢不敢太卡，不敢太卡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这个为什么他们还比较会跑啊？可以可以。啊！哎、欸，比起跑一般的图还刺激耶、欸！真的耶，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可以，我这波操作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呀哎呀，我去哪兒？三完妹哇！太强了吧！是那个双杀弹射，完妹，呀赞！听说你当初跑二十七，我当初跑二十七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单个人记录一分四十秒啊！你看，我直接为了贝克币直接突破自己记录八秒，为了跑出金牌币，突然变强，好，突然之间记忆都回来了，大师兄都回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，突然就会跑了哎、欸，果然金牌币能激发人的潜能。啊，没满星！哎、欸，我出去了哎、欸，
我觉得危险。哎，对面那十七岁假的。啊！哦，可以可以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前面还有两个对手。凉了呀！十七岁那是马总。完美弹射，没了。完美撞墙，又把自己的领跑送出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撞歪了！你干嘛了？不行了，要复位了。干！你不？哎！难兄难弟耶，我的天，我就知道你飞不过去，我等你而已啊。我那撞歪了，不然我有机会的。我的天，现在三加一加二加一，那个复位，那个复位就是过去或者是第六。我一个复位多喷140那个兵，早知道不复位了。太凉了，欸，这个要双生战神才行啊。双生啊？我不是啊。哎哎，呜呜呜呜呜，我没事没事，还行。小心你的台币哦。哇，他的一撞。你们完全没拉票组队去。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是正常跑法哎。但是对我的贝壳币来说不是，你也太依赖组队器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凉了，我又失误了。我故意保住你的钱。他就失误了啦。哇！干嘛了？哇！这速度怎样控？还好。哎，他是双生战神。哎哎，你过来！啊，我赢了！啊，这是一波干干干的操作啊！哎，你知道你是完成了之后才把你踩过他的？哇，这波操作！不是777啦，太好笑了！哇，太神了！